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暴走少女，我今集会带大家来到平阳村。最近在位于粉岭的平阳村出现一大片的白茅草原，一大片雪白的草原真的很漂亮。我们今次还会去旁边的彩虹壁画村。我们在粉岭港铁站出发，乘搭小巴52K 前往平斜村，在九记士多落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erry， 我现在在这个壁画村。我今天是跟上个礼拜大家都见到两位师兄 Jimmy 和 Wesker 一起去这个平阳村看这个白茅。因为我们呢在这个长记士多左手边就可以进去这个壁画村。前面又有第三幅壁画，平斜村原本面对清拆迫迁，新界东北的居民成立关注组，决定为建筑加上色彩缤纷的图案，希望以壁画吸引大众对平斜各村的关注。咁我哋咧啱啱咧就喺壁画村咧出翻嚟呢个长荣记士多，咁我哋咧就跟随呢一个士多外面嗰个地图，我哋去到要去呢一个茅草嘅位置睇白茅，咁就喺呢一度行过去先。今日咧都好多人嚟睇白茅，大家睇下前面有几多人行紧入去。我而家系超肚咯，我同 Wesker 咧 ，Wesker 你而家食咗午餐未啊？未啊，起身到而家未食。我都系，因为我哋头先本身谂住一入到去，一落车咧就可以喺附近嘅士多度食啦，跟住点知全部都冇开啦。咁我哋而家最后嘅希望就希望去到平阳村之后咧，有啲士多咧系开门噶，劲饿咯而家。好感动啊！我哋终于见到咧，前面有一间士多，我哋唔理啦，我哋已经决定即刻冲入去坐低食啲嘢，饮杯嘢先。超多啊！我好感动啊！终于有嘢食啦！就依个餐蛋面，我已经喺影之前系忍唔住偷偷地食咗几啖啦。最紧要系有嘢饮啊，因为太热啦，实在。我哋到达平阳村啦，咁我哋而家就转左手边行入去呢个白茅田先。哇！我哋到咗呢个白茅田啦，不过同时咧系好惊讶咧，呢度有几咁人山人海啊！嚟到呢一片白茅草田，今日都好熱鬧呢度。影呢邊。
今日都玩得好開心啊 ！Veska， 你影得開唔開心啊？開心啊！有個咁靚 model， 同埋有 Jimmy 呢個大隻型男坐我哋 model 都好開心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呢條影片啦！我哋而家沿路行翻出去搭車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！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